实际上到底是谁会赢？但是我肯定是我。现在给你来，让这里预备开，不能一直哇椅子胜江同学，不公平，他耍诈、啊。不公平，他耍诈。为什么你这边都没有金？脸部代偿，快点！脸部代偿，快用脸部代偿。啊，对，有跑出来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才有。还要发出声？这个才有啊！刚刚看起来太轻松了。我都觉得在镜头前我自己都用力了。加油，加油！我们下加油，加油。好，晚上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如果有人这样针对你，你会怎么样？要看人，顾不下的话就是轻人说。那宿舍长？宿舍长吗？抽队长，来抽队长。在哪？在哪？还有人财富。有种被骚扰的感觉，不舒服，臭死了。五个，好，吃饭。其实他很瘦，我觉得不会累，背几次都不会累，直接背回家。如果是他背你，他很强哎，他舞蹈系的，因为他们要抬人啊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我会把他在我脖子上转来转去。既然都说出口了，没有，躺一次我就会死掉。那你就把脚放软。然后我刚才讲，这样没关系。干嘛？靠到靠上。对，这样子。好来，你看我放，我先把身体放掉哦。哦，你放掉了，不行。撑一下。啊！说不会累吗？我演的，现在还真的没有，你好，我其实不会累，我只是演，他是假的，他是真的。